接下来为您播出大彰化新闻。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年一月初七，国历十二月初五，礼拜五的开播大中华新闻，我是李冠晶。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三十秒的新闻重点。彰化市番禺街一栋民宅七号透早发生火灾，技术人员紧急救出处主甲三名囡仔，其中六岁囡仔当场无了喘气，送病院了后宣告不治。彰化市公所庆祝民权市场补强工程完工，甲感谢摊商配合。按一月九号开始到一月十四号举办开幕感谢促销活动，只要消费就送刮刮乐。河尾镇沙东路部分路段铁栏杆凝固失修，火海期间民众拢挖咧翕相，非常危险。花园六千米活动管护干部处前往会勘，进出中心协助护栏。彰化市番禺街一栋民宅七号透早发生火灾，火势相当猛烈。消防局出动十二台消防车前往抢救，技术人员紧急将厝主甲两名分别九岁甲十三岁囡仔救出来送病院，但是六岁生后生当场无了喘气，送病院抢救了后依然宣告不治。彰化市番禺街一栋民宅七号早起突然间起大火，火势烧到真厉害。消防队出动十二台消防车前往抢救，虽然十分钟火势就受到控制，但是一名六岁男童因为走未赴，消防人员救出的时阵已经无喘气，失去心跳，送往彰化基督教病院。经过抢救，依然宣告不治。六岁的小男生，不幸的他就是欧卡这样子。那另外有一个是九岁的男孩。它是大概40% 的面积烧烫伤，二度到三度的烫伤。那因为有吸入性烫伤，已经插管，目前在加护病房治疗中。那另外一位是13岁的小女生，她就是手部有大概1% 的烫伤，跟也是吸入性烫伤，目前也是在加护病房观察。另外是爸爸，大概是40岁，陈姓男子。他伤势比较轻微，就是手部有一些轻微的烫伤，目前在急诊观察中。消防局表示，陈姓厝主一家六口大做伙，同时陈太太甲仔岁大后生已经先出门到早餐店工作，就剩厝主甲其他三名囡仔搁在休困。火警发生了后，厝主甲囡仔先行走出来，但是上细汉的后生伤困火场不幸亡生，详细起火原因也搁爱调查。大众新闻亚红吴中华彩虹报灯。经过三个外围时间，彰化市民权市场建筑部结构补强工程已经在去年十二月二日完成，摊商陆续迁登来市场内底恢复营业。为了感谢民权市场所有摊商的配合，也要庆祝工程顺利完成。彰化市公所将按一月九号到一月十四号举办开幕感谢促销活动，无论消费金额，都会当现领一张刮刮乐。就算天气不是很好，民权市场也是很热闹，但是摊贩也是感觉说消费者也未完全回来，毕竟整修三个外围，很多人也还不知道民权市场已经重新开幕。没人啊，人有还不知道好回来啊，人家都点去了。有我们那个市场，初九开始到十六一礼拜要促销广告活动，拢要办。市场袂歹啦，这个市场算有咧照顾跩了摊商啦。为着庆祝民权市场整修工程顺利完成，彰化市公所将要来举办促销活动。一月九号当天，阁有新鲜的蔬菜、水果、甲鸡鸭鱼等一块起标活动。一月九号到一月十四号，只要消费就送刮刮乐。啊，伫只呼吁大家来多支持咱伫安全的消费环境、卫生的消费环境大家啊，较常来遮购买咱这段期间会促销你来只要来购买，就刮刮乐。咱另外嘛要伫遮办拍卖活动，一元起跳，来促进我们民权市场的消费
欢迎大家。林世贤强调，民权市场因为旧历一地动，被判定建筑结构无安全。经过公所甲多位民意代表的努力之下，争取经费开了6000万元来补强。这块部分目前已经完成，嘛，让摊商重新回来开档做生意。大众新闻丁向中华采访报道。河北沙塘路部分路段的铁栏杆凝固失修，现在正是火海期。中华管理员罗清美看到很多民众都会挖在栏杆上，很危险。七号上午，会同管府干部处人员前往会勘，争取重新施作护栏。现在当时立即就作收割了后的休耕期，农民党的政治立作作物，四界都能看到大面积的动漫灰海。官员罗清美发现，在山东路外国道三号的所在，部分路段的铁栏杆新鲜感真严重，常常看到游客提着的电管加灰海翕相，非常危险。条迄个山东路吼，沿路吼，即、這个迄、那个护栏吼，年久失修吼，我听你有讲讲已经20几年啊吼，啊，规个拢腐蚀去啊吼。啊，咱现在讲定伫遮咧办活动，尤其是甲过年，足侪拢花海吼，足侪游客拢会来遮看吼。啊，咱今日嘛请咱干部处的来遮会勘，啊，甲李长英吼来看卖，讲这吼要安怎去做较好势安尼吼，甲袂影响着讲咱的行人啊，来甲遮是，还是囡仔无小心叫刮落去，安尼无好啊。官员罗清美七号早起邀集管府干部处人员到场会勘，希望会当争取经费来重新整理这挂铁栏杆，维护生活民众的安全。大众新闻叶宏武何美采访报道。何美家庭业者举办餐会，课上员工，同时也邀请家父亲子做伙享用美食，现场是温馨热烈。兼容并蓄，不断前进。知影咱的需要，用心甲咱照顾。这是彰化，这是彰化。It's my hometown， 彰化。朴实的土地孕育生机，进步的轨迹仍在继续。这是彰化，是我们共同的家。马莲、马登、马朵，长庆嘉年华限时3天，内衣小裤最低1折起，满额现折688，再抽 iPhone 13。原来是元草路929号。专业的报道，开拓您的视野。最新最及时的地方讯息，都在这。彰化人，我们一起关心彰化大小事。收看是开播大中华新闻，我是李冠金。明仔是拜六，也是古历12月7日。根据通讯记载，明仔在微热正当风，好时是透早5点到7点，适合交易期货。继续提供详细农民的资讯和乡亲参考。佛教徒拢真清楚八宝梅由来，就是佛陀修道时阵，麦只修过牧羊女供养乳糜，体力慢慢啊恢复。在古历12月7日，我的新佛为了感念牧羊女，后来各个佛教徒拢会伫每年古历12月7日即天，以五谷甲诸果物煮梅供佛，称为腊八粥。佛光山中华佛山寺每年也拢会举办八宝梅结缘仪式。今年同款到中华县政府提供八宝梅，予办公民众甲员工享用。
富光山福山市送来底好真旺真旺的腊八粥，福山市的主持阁带来千分大岁八宝送给馆长王惠美，透过分享腊八粥，让馆会员工甲民众感受福德行道地，带予大家欢喜甲平安吉祥。我们的有缘人吃到这一碗腊八粥，可以吃到呢佛陀的法味哦，所以呢这个智慧的法味带给每一个人，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都能够很平安、很健康。那也希望呢每个有缘人呢在这样吃粥的当下呢也可以吃出欢喜。那大师呢今年呢一个墨宝就重要诶，叫做处世无畏跟和平共存。那我们也带来呢大师的祝福。馆长王惠美表示，感谢富光山福山寺每年拢带来腊八粥甲民众分享，搁较带来就好，嘛希望伫咧佛陀的保庇之下，让世界疫情赶紧过去。也谢谢他们为我们准备了这么棒好吃的这个腊八粥，那也这个应该会一直提供到我们当天的元月一号，在各个不同的乡到我们的这个星期一，在各个不同的乡镇，在有佛光人的地方都会有提供，也欢迎我们的民众可以洽询当地的佛光。福山市的师傅强调，腊八粥伫咧准备食材甲煮的过程，是充分内顶很精进、融合、欢喜甲功德性恩定意义，会当品尝到的，唔那只是食物本身的美味，佫较是佛陀证悟佛陀的上大意义甲精神。大众新闻张向雄话采访报道。国立村在台北来到鹿港镇公所和调所店面社区志工七号上午伫镇公所头前广场举办誓师大会，总共21个社区200外名社区志工组织做会，誓言做好清洁工作。一透早，鹿港镇长柯志宏带领清洁队甲21个社区志工组织伫咧鹿港公所头前广场进行年末大摒扫的誓师活动。希望大家这回来整理环境。为了迎接新的一年，让新的一年有新年新气象，今天咱公所邀请到咱鹿港在地在乡亲，以及21个社区共同来到咱公所头前来做这个清洁打扫的一个誓师大会。尤其咱过年吼已经要到了，所以吼伫这来清洁组，咱公所每年拢会发起这社区与乡亲大家共同来打扫咱的这居住环境，能够让我们的环境能够有个提升，也能够说吼迎接新的一年除旧布新的一个新气象，当讲吼咱的这安尼打扫这个环境，也当让咱的这安尼居住环境吼有一个好的环境，也当让咱来带了感觉心情身心灵拢会较更加健康。尤其咱现在从1月10号到1月22号，那我这清运大型家具，那有需要然后会当吼打电话到咱鹿港清洁队来做一个联系。我们过年期间的一个各色清运的情形，那已经公布在我们的网站，还有许志荣粉丝专业，啊个吼咱家户拢会发一个通知单。那如果唔知影，买使打电话到咱公所清洁队来做一个洽询。算是结束，大家兵分各路路，骑着摒扫用具，将道路顶的杂草甲粪扫扫好清气，迎接旧历新年，准备独孤报新。鹿港镇公所举办国家清洁周誓师大会，大家同心做伙，建立鹿港优质的环境。台中华新闻林桂英鹿港采访报道。做完年终的时阵，何必家电公司特别举办餐会来犒赏员工，这会走过辛苦的疫情时期，同时也连续三年邀请家父亲子这会来享用美食，而且提供奖助学金鼓励家父的囡仔认真读册。今年疫情重创国内经济，但是何必一间家电公司为了感谢员工共同走过抗疫的困难时刻，特别举办岁末餐会慰劳大家。是咱冠城家电创业32周年庆跟咱寒冬送暖的一个餐会。咱今天特别嘛邀请咱彰化教务中心20个学生啊，跟这个咱的家属来跟咱共同来参加咱这個餐会。那么希望的由咱冠城家电会当来做抛砖引玉，吼，也会当予咱的愈侪企业界，吼，会当来关心，吼，咱这社会需要关心的人。非常感谢这个冠城家电有限公司呢，他们今天是第三年来招待我们家父亲子，在他们办理尾牙的同时呢，也招待我们家父提供20位。我们家父孩子的一个优秀的一个奖学金，然后让他们家庭可以一起来
这里接受表扬，获得奖学金以外，可以一起合家一个聚餐。除了甲厂商、员工同欢以外，家电公司上使人感动的是，连续三年都有准备奖助学金，要来鼓励彰化家父中心的囡仔努力向学，搁招待家父亲子斗阵吃好料。叶冠成董事长指出，企业趁钱来回馈社会，会当帮助囡仔，互因好好成长，是非常有意义的代志。大众新闻叶宏宇、何美采访报道。彰化市联兴国小58周年校庆，特别在彰化市立图书馆举办数位联展，要让更多人透过数位认识联兴国小。大家好，我是台中医院副院长林绍文。春节检疫专案上路，提醒选择 VC 方案的民众务必配合防疫措施。返家检疫期间严禁外出，检疫者可使用通讯软体与同住者沟通，如需提供生活协助，务必佩戴口罩，避免直接接触。检疫者房内垃圾应绑好绑紧，确定不会溢出污染，再拿到房门外。同住者协助处理垃圾时，要戴手套及使用酒精消毒。最后提醒西方案同住家人，加强自主健康管理期间外出请全程佩戴口罩，记录每日行程，禁止搭乘大众运输，禁止到人潮拥挤的场所。如出现疑似症状，请立即联系卫生局或1922依指示就医。OK Google， 播放新闻。OK Google， 今天天气如何？ OK Google， 帮我叫电视管家。音量调高。帮我找爱情幼儿园。OK Google。OK Google， 帮我叫电视管家。搜寻狮子王。智慧声控大小事，就从看电视开始。现在办凯擘大宽屏指定专案 ，Google Nest Mini 马上带回家。0809-009-658，凯擘大宽屏。OK Google。少年看笑话才趣味，可以直接介绍一下啊。哦，这个哦，就爱台湾的频道啊，有休闲旅游、地方趣闻、美食介绍、秘境探索、知识科普、新奇有趣的影片，拢在家啦。我看一下，我看一个啦，我看一个啦。等一下，等一下，很简单 ，YouTube 搜寻爱台湾，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许多有趣的影片任你看哦！哎，大家有爱台湾吗？哇！台湾 Number One， 让我们一起爱台湾。欢迎继续收看开播大中华新闻，我是李冠军。学校举办校庆的方式千变万化，彰化市联兴国小的师生虽然人数无介多，但是为了庆祝创校58周年校庆，学校特别举办师生数位联展。特别的是，这场展览不是在校内举办，是安排在彰化市立图书馆，希望让更多人借由数位认识联兴国小。庆祝创校58周年，彰化市联兴国小师生在彰化市立图书馆举办师生数位联展，每一位小小画家发挥创意来分享家己的绘图作品。因为外太空有外星人。你为什么觉得外太空会有外星人？有可能从其他星球来的。嗯，所以是你自己想象它那个外太空的世界，是不是？没错。我觉得红雨很美丽，所以我画了这一张红雨。联兴国小校长讲，不管是老师或者是学生，因伫个创作过程当中，充分融入家己的想法，透过作品来甲观众对话。世界联展嘛是好人才一个典型的舞台。联兴国小三好校园的做好事、说好话、出好心的一个理念，在这个活动当中能够展现。另外，我们也响应政府呢，教育改革的动力，自发互动共好的这个想法，
那自己创作，那跟别人合作，好像是这是很多的创作是合作来的，然后最后是能够共好。校长强调，用书生书的联展来庆祝校庆，搁较把作品搬到彰化市立图书馆，接到书生作品，要让搁较侪人知影位置在彰化市东区山顶的联兴国小。大庄新闻丁向彰化彩虹报道。出版年中，万林市一间奶茶大厂举办年度产牌活动，百万件奶茶介绍拢真优惠，吸引大批消费者伫官方当中排队抢购。黄香家的四姑娘在跳舞，用满满的真活力来对抗真寒的气温。时间一到，伫咧人西团路过山顶的端了一下，民众是往头前冲。加上天气变寒，内山大手虽然年终回馈消费者，推出真济优惠，方便众来抢好康。我谁买的？帮我太太。他都买那么多？好，自己会用啊，也会加减拿来卖啊，或送人家都会有。这真的便宜吗？哦，很便宜。马上发现天气冷飕飕，那彰化地区也下起了蛮大的雨，所以我们也有推出这个抗寒商品哦，保暖衣、卫生衣买一件送一件，这个原价都是1280，现在买一件送一件，满额再抵688哦，等于你可能买六件，有两件都是免费送给你的哦，所以大家可以赶快来抢购这个买一送一的抗寒卫生衣。那我们另外的话还有3件999的款式，那3件999的款式上面还带有一些蕾丝跟花纹，喜欢像这样子有带一点蕾丝的也千万不要错过这个3件999，原价一件都是1380，现在等于一件的钱你可以带走4件，所以大家赶快来抢购。天气冷来买保暖衣，实用又保暖。面对疫情，奈沙厂商为了保护人客，礼拜秋裤会喷酒精消毒，专程拢爱挂嘴安。政府的防疫十连制，所以我们在门口跟各式各样的地方都需要扫我们的十连 QR code。那在进场之前，我们也都会确实的检查每个人有戴上口罩，然后会有每一区都有酒精消毒。那我们定时的也都会在全部大清消一次。每天打烊之后，我们也会做从头到尾的深度的防疫的措施跟消毒。今年一度的厂派活动，干那三天，民众爱好好把握机会。台中华新闻林桂英、王林彩虹报道。继续来关心今天的客户果菜市场的交易行情。今天的总交易量是214公吨，平均的交易价格是每公斤15.5元。继续来看详细交易行情。油菜上价27.5元，中价20.1元，下价12.5元。高丽菜上价11.9元，中价8.6元，下价6元。蛤蟆豆上价46.2元，中价40.5元，下价29.5元。芋仁豆上价92.1元，中价84元，下价74.4元。花椰菜上价27.1元，中价23.5元，下价20.4元。天然上价38.7元，中价27.3元，下价17.5元。保鲜白上价12元，中价9.1元，下价6.7元。山头上价29.2元，中价21元，下价10元。菜头上价11.8元，中价9元，下价6.4元。白菜上价22.2元，中价16.3元，下价10元。龟苓啊上价27.5元，中价20.7元，下价12.5元。芹菜上价42.5元，中价27.8元，下价16.7元。来关心户外空气状况，受到东北季风影响，中部以北为炎热方面，酷暑条件好，中部空气品质属于良好等级。天气方面，水汽减少，仅仅北部、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好天。再来看各地温度预测。
上就是今天的开播大中华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我是李冠晶，祝福乡亲万事顺心，再会。And the lovely weather, full of rice and flowers. It's my hometown, Zhanghua. 兼容并蓄，不断前进，用源源不绝的动力开辟未来。这是彰化。知影咱的需要，用心甲咱照顾，这是彰化。朴实的土地孕育生机，进步的轨迹仍在继续。这是彰化，是我们共同的家。我们为孩子积极打造友善的学习环境，传统技艺向下扎根与传承，打开视野与国际接轨，让每一个彰化学子，不分地区，无论年纪，都能学得更好，看得更远。我们用行动敬老，用关心牵起年长者的手，悉心照护，暖心陪伴，共同实践乐龄生活。我们为县民量身打造全龄的运动场所，一起迈开步伐，拥抱健康。我们是返乡青年最坚实的后盾，用资源给予最大支援，用机会创造无限可能。回家，让梦想落地生根。今年，我们一起经历了最艰难的时刻，守护家园，我们从未退缩。面对未知，我们从不松懈。只为了让每一个人都能安心生活，我们将更努力向前，提升城市形象与机能，守护好山好水，打造多元精彩宜居的幸福城市。随着青年事务增多，我们将提供更多服务量能，成立青年发展处，为每一个彰化青年创造机会，让青年乐于留乡返乡。未来我们仍会继续努力，积极争取升格，创造县民的光荣感。我们也将与每位县民携手向前，勇创城市新局。Disney Plus 正式登台，可以用手机跟平板，还有大荧幕看范凯波大观屏，透过 A1 Box 用大荧幕享受 Disney Plus。Stick with returning this child to the Jedi。再享24个月无限看，还有独家大礼包，大荧畅看，欢乐不断。快拨0809-009-658凯波大观屏。专业的影像制作团队，多元频道的广告脱播，凯擘新频道直播专线：04-711-9440，711-9440。